大家好，我是一游记者俊谷，我现在呢是在广西柳州，这里前方呢是龙潭公园。这个龙潭公园呢，是柳州市的第二大的公园。这边呢有指示牌，雷龙胜迹区，大龙潭，游泳池，逗趣园。我看一下这个逗趣园呢是，上面有很多兔子、鸽子，可以上去看一看。我相信前方这上面这一座呢就是龙山了。来看一下这个逗趣园哦，这兔子体型还是蛮大的，感觉这边呢像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一样。八龙坝原来就是指有八只龙嘴呢，就是在喷水，在这里一排。这里呢，上面写着“人间仙境”。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看这个八龙坝，其中那边那个龙头呢，那个龙嘴那里呢，好像缺了。八龙坝，这里呢在山的底部呢，还有两个亭子。那应该来讲呢，这里就是龙山吧。这里呢是龙潭公园里面的雷塘庙，在这个位置呢是雷塘庙的祭台。然后在这边呢还有一个牌坊哦，写着风调雨顺。然后在这边呢就是雷塘庙了。现在呢过去这个庙里面去看一看。这前面这两棵呢是许愿树，那这一棵呢是求姻缘的，在对面那一棵呢是求学业的。雷塘庙，柳州市雷塘庙道教固定处所。这个是龙盆洗手啊。这边全部都是香啊。这个位置呢是龙潭公园的最中间的位置了。然后在这前方呢，上方的那个亭子呢是叫做镇水亭。在这个山顶上呢，这个亭子呢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意境的。其实在这个龙潭公园里面的这些山水呢还是十分的漂亮，十分的美观的。可以看得出来呢，这边呢其实也是那种喀斯特熔岩地貌嘛，跟桂林山水的那种山呢还是十分的相似的。在这个龙潭公园里面的山水呢，我觉得跟桂林山水还是可以去相媲美的。这个位置呢风景十分的秀丽啊。我在这里呢360度转一圈呢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呢，这里的风景呢确实十分的好。在这边呢还有那种电动艇呢可以租，我刚刚看了那个价格呢，一台电动艇呢每20分钟呢是40块钱的。然后这一种呢是人可以进去那里面呢去踩的那种，好像是每5分钟10块钱吧一个人。我在这边呢发现有一块呢非常漂亮的草地，我现在呢忍不住要走进来了。这边呢是石板小路，然后两边呢都是绿油油的草地。在前方呢还有很多人呢在这边呢坐着休闲哦。在这边呢我又要调侃一下了哦，如果说这个地方呢是在桂林的话，肯定又被围起来收个60块钱的门票了。然后在柳州市呢这个位置呢，龙潭公园是完全免费的。这条小道呢两边柳树成荫，好美观的一条路。其实在这个湖边呢踩一下这种脚踏船呢还是十分的惬意的。
看这个柳树。好，前方呢就已经是风雨桥了，在这边已经可以看得到了。然后在这条石板小道上方呢是可以上去的哦。在上去这个风雨桥之前呢，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全景。哇，这个角度太美观了，好美观的一座桥啊！再配上这些山水的话呢，这个风景呢可以说是非常震撼的。龙潭风雨桥。你就没法说了呗。在这个桥面上呢，欣赏一下这个龙潭的湖景，以及这些山，这样看呢，真的是不输桂林山水的。我警告你，还跑到这边来，刚才我怎么说的？对，好远。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桥面上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坐在这里休闲的。行。其实龙潭公园这个景点呢，足够你逛一整个下午。如果说你要细细的去逛的话，哇，这头牛呢，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因为它的那个颜色呢也是灰色的。就非常像是水牛啊，它不是石雕的啊，是那种水泥做的，所以它看起来呢更像。在这下方呢还有一片荷花池啊，过来这边看看。那这个石头呢可以在这里坐一下。在这个龙潭公园里面呢，可以说是处处都是风景了。现在呢，很多荷花呢都已经干枯了哦，只剩下少许的荷花。这边还发现一个，好像是在静坐打坐的老人哦。好，就沿着这个小路呢走下去，看一看那个树林里面呢是什么环境哦。这里有一架呢非常古老的汽车，应该是仿着那个样子去做出来的哦，它不是一台真正的汽车。哇，这个石磨还是蛮有感觉的哦，可惜呢已经破裂了。其实这样的位置呢，我觉得做一家咖啡厅也是不错的。这前方呢还有一对新人呢在拍婚纱照。好，我这个视频呢要带大家呢看一看那个美女照镜，还有那个美女峰，应该就是在这前方。现在来过去那边看一看哦，这里面这座应该就是美女峰吧，因为我在外面呢有看到过那个照片啊。这一座应该就是美女峰了啊，就是这座了。好，现在去上面看一看，好像是可以上去的，沿着这个石梯上去，上不了顶端的啊，就只能上到这里了。对，这一座呢就是美女峰了，或者称之为美女山。因为呢现在我正在这个山脚下呢，所以看不清这个美女峰的就是完整的面貌。因为这个美女峰的周边呢长满了这些大树啊，所以看不清它的真实的面貌。其实美女照镜呢，它是由两个大石头呢组成的其中刚刚的那个美女峰呢就是指我刚刚已经登上去的那个美女峰了，这个呢被太多的树木呢挡住了，所以看不清它的真实的面貌啊。其实呢就是在这边还可以看得到它的那个顶峰，
啊，那个圆形的洞呢就相当于是个镜子，然后呢这个美女呢就对着正对着这个大山，然后呢就相当于呢是在照镜子，所以称之为呢美女照镜。好，这里呢就是龙潭公园的美女照镜，我是一游记的军国，我们下一节再见，拜拜。